段呢，对我们进行体温测量，这个测量分上下午各一次。每阶段呢有对我们的工作区域进行消毒，消毒每天必须四次，其中是8点、11点、下午的2点，还有5点。同事之间谈话保持适当距离。单位为我们配备微波炉，要求自己带饭，减少不必要的聚集。按照文件要求呢，批准院也是从2月10号开始复工，但是根据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和院里面的具体情况呢，我们院里面采取的是弹性工作制，现在要求是院领导、部门干部和每个研究所的专家及骨干科技人员进行返岗，其他人员呢全部采用弹性工作制。由于我们企业的性质，我们在这个节日期间一直在持续生产，但是在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啊，我们的这个生产受到这个原辅材料供应的影响，这个对我们产能的释放啊影响非常大。随着这个全国各地复工，原辅材料的供应问题，我想会很快啊得到解决。我们力争啊在最短的时间啊达到满负荷生产。